荃灣荃威花園 R 座以及鰂魚涌康怡花園 N 二座居民陸續收到陰性檢測結果，獲准離開檢疫中心。旅遊巴下晝近六點由檢疫中心返抵荃威花園，幾個居民帶埋行李落車翻屋企。而在大約五點幾，康怡花園亦都陸續有居民乘搭政府安排的旅遊巴翻屋企。保安員到場協助居民攞翻行李之後上樓。根據新的檢疫規定，居民離開檢疫中心後可以自由活動，仍然要在指定日子接受強制檢測。